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家里养狗狗的主人应该都会发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狗狗对宝宝都是非常包容的。不过，当家里的小主人到了十分调皮的年龄时，那可就愁坏了自家的狗狗。平时能躲就躲，躲不了的时候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视频中的小宝宝强行霸占了狗狗的笼子，只见此时的狗狗非常生气，但又无可奈何，看着小宝宝好像在说，你快点出去，这是我的窝。但是小宝宝偏偏不走，非要在笼子里和狗狗一起玩，似乎是要住在狗笼子里似的。虽然狗狗一脸的不情愿，但是从头到尾对宝宝都是很温柔的。不过有时候两个小家伙也会闹得不愉快，看视频中的小宝宝和狗狗为了一个零食讲得不可开交。虽然最后狗狗得逞，并且把小宝宝给惹哭了，但是画面看起来还是十分有爱的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